C 罗的绰号为什么是总裁？在和皇马队友卡卡的合影中， C 罗从不允许第三个人出现， C 罗后期一定会找人裁掉他，因此得名总裁，裁缝的裁。在 C 罗的队友中，卡卡绝对是最特别的一个。当两人同在皇马效力时， C 罗会主动约上卡卡拍摄圣诞祝福短片，二人笑得合不拢嘴的画面至今都是 C 罗最难忘的回忆。当卡卡因为伤病迟迟找不到进球感觉时，是 C 罗将原本属于自己的点球让给了卡卡，进球后的卡卡拥抱 C 罗，这便是二人友谊的见证。相比马塞洛、卡塞米罗这些巴西队友，卡卡是唯一一个让 C 罗臣服的巴西球员。 C 罗曾在采访时大方承认，卡卡就是我心目中的世界最佳。而当听到卡卡对自己的称赞时， C 罗也会笑得像个孩子一样。 C 罗与卡卡不只是两位世界最佳，更是一生的好朋友。